建广场爆发推挤冲突，有人阻挡，有人拿出狼牙棒来挥舞，气氛火爆。眼见秩序失控，庙方只能广播吁请大家冷静。冲突发生在28号晚间10点左右，屏东盐埔慈天宫举办迎妈祖活动，当时正逢八家将表演，由于广场不大，人群众多，两位民众竟然因为观看表演推挤，愤而持酒瓶相向。人群伤多，吼啊庙埕有较矮吼，啊较挤，啊挤来挤去，大家火气有较大，互相挤来挤去，啊，阮会场要甲赶较快，安尼啦。哦，两位民众观看庙会时，哦发生推挤冲突。那其中蔡贤与吴贤哦，疑似有持酒瓶互殴，两人开打，引发其他被推挤民众不满，也加入战局，现场大乱斗。结果被砸酒瓶的头部受伤，砸人的手部也被玻璃割伤，两人互不提告，但警方已依涉违法送办，并将调阅监视器比对。除了这两人之外，还有哪些人涉嫌动手乱打 ？TVBS 新闻叶凤达，屏东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